到啦。感觉怎么样？是要彩排？非常兴奋，准备彩排。甚至不紧张？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因为专场没什么特别的。今天的发色很特别啊。对，今天发色当时就是重新再去染了一个，就是白金色，因为之前有粉丝说看金色，但是还没有染过金色，就试一试。明天我可以穿这个，嗯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多漂亮！天哪，那这个得多少人呢？这个场很大，这个绝对超1000多吧？我们算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。第一场，哇，这个台好，还挺大的，其实，留给我的位置还可以。这里站800人有点勉强，但其实可以站，就是很挤。想跟首场粉丝说些什么吗？谢谢你们能来，谢谢你们能来。昨天晚上就有夜排了。夜排不起场，现在不要在这旁边卷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哎，都能看见我了。现在要试。可以，现在试了。到时候我可以拿着我的本子，有两种，要么坐着上，要么站在这里。他这个会打我，没关系，那就坐，到时候听到。我其实不会站到这上面来，我觉得我没必要站在这上面来。我本来自己有点恐高，我到这里差不多了。来了，这里了，改了。你那个跳的怎么这么不自信啊？好羞耻，你是不是很羞耻？不喜欢跳这种。你是不是跳那个时候很羞耻？非常羞耻。你知道脸就写了羞耻两个字在里面。当时他们就是逼着我跳了，他们说粉丝想看我跳，所以准备了一个福利。跳！那你上来的时候我跳了，因为我唱完你就上来了。那我上来就直接给你来一段那个。我听你唱 Summer， 我有点忍不住了。我忍不住了。尖叫尖叫！上到后面我可能会戴冬帽，反正下来我要换。哎，你伸一下手看一下肚子。我这个蛮好看的。什么？小老师。啊。哇，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巡演。我其实还好，但是你刚给我说紧张了。我本来觉得不是很紧张。没有，下面他们粉丝你更应该紧张，因为他们都会跟你合唱，你会氛围会特别好。对。谢谢。不会讲话的人了，对，每次看到你们人这么多的时候，我反而又可以犯社恐。我是一个那个腼腆内向社恐男孩，人性书生那种形象。演出效果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还挺嗨。下回还要多说说话。先把发型搞定。现在他们是第几周？第3周了。
那你们得帮我拿。唱的还可以哦，今天我感觉大家每个人都齐上，大家玩得开心。